着一口这块千层蛋糕，让新北市长侯友宜赞不绝口。再搭配三峡碧螺春茶，可说是最佳组合，也让两家在地产业牵起了合作关系。有机茶叶的耕作都是采用天然的方式，永续环境的保护，尤其碧螺春享誉国内外，这里面有绿豆的味道，也有香甜，喝起来非常的入喉。拥有百年历史的有机茶园，目前已传到第五代。夫妻两人秉持着与自然环境生态共存共荣的观念，跟孩子们一同传承制茶技术，更呼应这个茶园的经营理念，设计出这个充满童趣意象的包装。希望鼓励年轻的朋友能够回到三峡故乡，来栽种，来带动我们在地的创生。侯友宜二度走访茶园，就是希望鼓励在地产业透过农业精致化、品质提升，将新北市优质好茶推广出去，让三峡碧螺春茶不止在台湾出名，更要名扬国际。记者孙毅、王安宁，新北市报道。